成人诗班会献唱《我与神同行》。在旧约创世纪记载，以诺同神同行300年。咁我哋又嚟到新约《路加福音》书记载，耶稣基督佢复活之后，喺以马五斯同两个嘅门徒大家同行，一路讲述佢嘅受嘅苦难嘅情况，亦都讲到先知嘅预言。今天我哋嘅上帝亦都系同我哋同行嘅，佢同听我哋向佢讲嘅说话，佢亦都对我哋讲说话。无论我哋前面我哋行嘅路系顺境，或者系有苦难，但系佢必定与我哋同行，保守我哋喺佢嘅恩典之下。